大家好，现在是在我们老家这里啊，这是这口池塘啊，100多年没干过，由于近期干旱啊，哇，这个鱼啊，看一下，鱼都晒成干了，变成鱼干了。由于非常的干旱，这个100年就显现出这些东西。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干嘛的？大家看一下，古代人发明的奇技淫巧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圆滚滚的石头是怎么打造的？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宽度的那个周长啊，直径的话大概就是1米左右，啊，周长大概就是3米多了啊。像这种啊，这古代人发明的，这个是用来干嘛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第一次见啊！哇，第一次见。太牛了！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干嘛的呢？